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好像不是我俩的生日啊。今天是我们在一起一个月的纪念日。啊，一个月，好快啊。嗯，这些都是你布置的吗？是啊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啊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开始准备第二个月纪念日啊？那你喜欢浪漫的还是刺激的？嗯，没关系，你接吧。嗯，没事儿。嗯，喂，是安然吧？这是派出所，请你过来录一下口供。现在？就现在。我可不可以过一会儿？最好还是现在过来。好，好。怎么？没事儿，吃东西，来吃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快跟我说。现在那个人就再也不回复了。干嘛？走吧。去哪儿？去派出所。那你准备了这么多吃的，全这样？没关系，还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月。走。嗯。走。没关系的，刚刚警察叔叔不都说了吗？一定要安装反诈骗 APP， 听话。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太蠢了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竟然还会被骗。干嘛？因为我给你发信息，所以才导致你被骗的。再说了，我是你的男朋友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而且保护你不是我应该做的吗？圆圆，你的钱我不能收。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的，你是那种很随性又不计较得失的人，而且活得也很自在，自己擅长的事情也都做得很好。可是我呢，我是那种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一直在跌倒的普通人。所以我今天真的挺难过的，我好生我自己的气，挣钱已经那么不容易了，我为什么还会傻傻的被骗呢？你的钱我是不能收的，这份责任应该由我自己来承担。你能陪着我已经非常好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安然是独立女性。今天先不提这个。今天是纪念日，你准备了这么多，却因为我什么都搅黄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今天做的也很另类，我下次再接再厉。你那些吹拉弹唱的恋爱技巧，跟谁学的？江山还是阿南？肚子饿不？你做东西给我吃。我做东西给你吃。那我回去先换衣服。好，那我去做饭。
好香啊，严大厨。哇，差不多了，萝卜。弄完了，我端过去。好，时间太紧迫了，只能做些简单的。我就喜欢吃这个，哇，看着好好吃啊。慢点吃。小心烫。好吃好吃。行吗？慢点慢点。怎么这么好吃啊？你怎么这么厉害？现在不烫了，快吃吧。你也太贴心了。纪念日快乐。安然。吹一下。礼物，这不是灾星猎人安吉尔公主的同款项链吗？那深海中的鱼仿佛置身于陆地，无所适从，每一口呼吸。从你走向我那一喜欢吗？喜欢。好看吗？很好看。谢谢你，演员。迟来的晚风刚